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性情密语》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绒球争夺战、袜子里藏着的小秘密；二雨滴交响曲、淋浴中的情感协奏；三枕头下的宝藏、夜晚的甜蜜梦境。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绒球争夺战、袜子里藏着的小秘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家喻户晓却又鲜为人知的现象——绒球争夺战。 袜子里藏着的小秘密。首先，让我们来揭开绒球的神秘面纱。绒球，或者更学术一点称之为纤维凝聚体，是由衣物纤维在洗涤和穿着过程中相互摩擦、缠结而成的小球球。它们通常在袜子、毛衣等纤维密集的衣物上出现，而袜子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成为了绒球们的主战场。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场战争的起因。袜子在洗衣机里经历了一场旋转、翻滚、摩擦的旅程，这就像是绒球们的训练营。 他们在这里学会了如何结成小团体，而当袜子被拿出洗衣机进入烘前阶段时，这些小团体就会在高温的环境下变得更加紧密，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现的绒球。但是这场战争并不仅仅是绒球们的自娱自乐，它们的存在其实揭示了袜子的一个小秘密：纤维的耐用性。绒球的多寡和大小可以反映出袜子材质的耐磨程度。一双高品质的袜子通常绒球较少，而那些一洗就起球的袜子则可能在质量上略显逊色。此外， 绒球还有一个秘密功能，它们可以作为一种非常原始的洗衣机滤网，在洗衣过程中，绒球会吸附一些细小的纤维碎片和灰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洗衣机的排水系统不被堵塞。当然，对于那些追求完美外观的时尚达人来说，绒球无疑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但别担心，市面上有许多去绒球工具，从电动去球器到简单的剃刀片，都可以帮助你在这场绒球争夺战,战中取得胜利。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 绒球争夺战不仅是一场袜子内部的战役，它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下次当你看到袜子上的绒球时，也许会想起今天的这段讲解，并且带出一丝微笑，轻轻的对他们说：“哦，原来你们也有这么多的小秘密啊。”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雨滴交响曲》淋浴中的情感协奏。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将一同探索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雨滴交响曲淋浴中的情感协奏。这个主题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部未经发行的交响曲的指挥家和独奏家。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淋浴的历史。淋浴这个现代文明中司空见惯的日常活动，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他们都有洗浴的传统。不过那时候的洗浴更多是在公共浴场进行，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私人淋浴。想想看，那时候的浴场可能是古代版的社交媒体，人们在那里交流信息、讨论哲学，甚至谈论八卦。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 淋浴中的雨滴交响曲，这不仅仅是水流击打浴缸和身体的声音，它是一场全感官的体验。当你关上浴室门，打开水龙头，那一刻你就进入了一个私人的音乐厅。水珠如同小提琴家般轻轻拂过琴弦，发出细腻的声响，而水流的咆哮则,则像是大提琴的低沉回响。但是，这场交响曲的真正魅力在于它的即兴性。每个人的淋浴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人可能会在水流中找到灵感的火花，创作出下一首流行歌曲的旋律。 有些人则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是放一天的压力，让忧虑随住水流一起流走。淋浴时的思绪往往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就像是情感的协奏曲，时而激昂，时而平和。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淋浴中的那些小插曲，比如当你正沉浸在这场交响曲中时，突然有人冲厕所，导致水温骤变，那种惊悚的感觉简直可以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相媲美。或者是当你在享受淋浴时，意识到洗发水用完了，那种无助的感觉仿佛是交响曲中的悲伤乐章。 总之，淋浴中的雨滴交响曲是一场我们每天都可能参与的音乐盛宴。它不仅仅是清洁身体的过程，更是一种情感释放的方式，一种创意的激发，一种独特的自我表达。下次当你走进浴室，准备开始你的淋浴时，不妨闭上眼睛，聆听那些水滴奏出的旋律，感受那场只属于你的交响曲。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枕头下的宝藏，夜晚的甜蜜梦境。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私密也颇为诗意的话题。 枕头下的宝藏，夜晚的甜蜜梦境。首先，我得声明，如果你们期待我从枕头下掏出金银财宝，那可就要失望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宝藏，是那些在夜幕降临、星辰闪烁时，我们的大脑在枕头的温柔守护下创造出的无价之宝——梦境。梦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神秘领域。古埃及人认为梦是神的信息，而古希腊人则相信梦是进入另一个现实的门户。现代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则将梦境视为潜意识的窗口。 一种揭示内心深处欲望和冲突的方式。而我呢，作为一位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教授，更愿意把梦境看作是我们个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梦都是我们经历的、想象的，甚至是我们害怕的东西的混合体。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想象一下，如果梦境真的可以在枕头下变成实体的宝藏，那么早上醒来，我们可能会发现枕头下面堆满了各种奇异的东西。比如，梦到在海滩上度假，醒来可能就会发现枕头下藏着一把沙滩铲和一瓶防晒霜。 梦到自己在宇宙中遨游，可能就会在枕头下找到一张外星星图；如果梦到自己在和恐龙赛跑，那枕头下可能就躺着一只迷你版的霸王龙玩偶。但是，不是所有的梦境都是甜蜜的，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给我们上演一场恐怖片，让我们在黑暗中惊叫。如果枕头下的宝藏能够反映这些梦境，那么有些早晨我们可能会在枕头下发现一张免费体验心跳加速的优惠券，或者是一张恭喜你成功逃脱虚构怪物的荣誉证书。不过，不管梦境是甜是苦。 它们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可以是我们情感的出口、创意的源泉，甚至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当你晚上躺在床上，头枕着那个看似普通的枕头时，不妨对他说一声晚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今晚他会带你去哪个奇妙的梦境旅行。最后，记得无论你梦到了什么，醒来后都要感谢你的枕头，因为它不仅承托了你的头颅，还默默守护着你的梦境宝藏。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希望今晚大家都能有个好梦。 明天早上在枕头下找到自己的宝藏，晚安。谢谢小六子的介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些有趣的话题：袜子里藏着的小秘密、淋浴中的情感交响曲以及枕头下的宝藏梦境。通过这些话题，我们不仅了解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还感受到了生活中的乐趣和惊喜。袜子上的绒球告诉我们了袜子材质的耐久度，而淋浴中的水滴交响曲则让我们感受到了情感的释放和创意的激发。 而枕头下的梦境宝藏更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是我们经历、想象和害怕的事物的结合体。通过这些话题，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发现其中的乐趣和惊喜。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每一个独特的梦境，因为它们是我们个人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情感的出口和创意的源泉。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对袜子里的绒球、淋浴中的音乐，还有枕头下的梦境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观点和经历，让我们一起用幽默轻松的方式探索生活的奇妙之处。谢谢收听，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